去给人保佑好开，跟大家分享这喜气。东西嘞，可能是电脑出问题，把铜像做成蜡像啊！不管怎样，心里上重要啦。新米啊，真正是一个 surprise 哎！我想袂到今日去这会高调，就是阮爸。原来阮爸已经恢复健康啊！你是今日记者会的压轴诶，你是要来宣布咱组个世代交替的吗？代志到这来啊，你可不继续演咯？感恩你咯。好了吧，今日是咱组个大日子呢。你看，有足侪人来咱组个祝贺，搁有足侪人咧看直播，所以咱就应该欢欢喜喜接受大家的祝贺才对。有啥物代志，咱等起再搁讲好不？无任何代志比咱做家的面子搁较重要，你讲对无？就算讲咱做家，今变成世界的大笑话，我嘛袂搁你违背三做。各位，我今日是来教示我的查某囝，伊不是亚芳，伊是曹凤，亚芳嘞！阿豪，这久无见面啊，你还是这样坚持啊？啊，唔对啊，是进门不误。杜承恩，你是来到什么老嘞？我是带恁爸来考考你，想袂到恁爸清新出面，还是无得回回头。然后呢，我今日会当甲你底牌，现在给大家看。我答应亚婷的代志，一定爱做到搞。安怎？你一定想袂到，我竟然找着人啊！我即摆人拢已经伫遮，曹凤，你阁无愿意认错？你俩做哪个代志？杀好我！你就是清白的心。